我们丰收了，大家都说我们家的大米好吃，不是？今天就叫大家看一看地里的螃蟹。不过你们看，我们吃。我们今天多抓点回来吃，看看。这个螃蟹啊，就跟我们那个养狸蛙似的，它到了季节，它从稻田里它就出来了。哎呀，今年的螃蟹个头特别大，这个头大不大？这母的哈，公的是啥呀？这个母的都这么大呢。哎呀，硫磺了！哎呀，真棒！你给人气吐了。这是母的。这是公子，这块是这个是公子。那你们是不去卖去？天冷的时候卖，那你分分分大锅吃，吃不吃不吃？不行，你要去摆摊卖去。哎呀，我去卖螃蟹去。你给个价吧。让我这抓我不敢抓，让我卖我敢卖。我看看这里边有没有遗漏的。这个季节盘它都往水里跑，这个稻田地里还是少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吗？你敢抓吗？小螃蟹，你能跑得了吗？你们瞅瞅，它在这装死呢。你以为你不动，我就发现不了你啊？哎呦！看，我自己逮了一个，怎么样？看咱俩的谁大？你的大。啊，全是公子。啊，急眼了，脱衣服抓螃蟹。看我们目前抓了这么多了啊，给大家看看啊。这叫鱼过千层网，往往都有鱼。啊，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我抓。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哪呢？你们在那吗？我怕踩着人水道。我去。你想跑哪儿去？大家能看到吗？小样的，你跑，你装，哎呀！爸，小心点啊！他那钳子，你看他都立起来了。哎，你看他还转过来了，他要干你。干啥我？这个大。这是个公的。这是个公的。哎呀，他俩掐上了。这爷俩看热闹。哎呀，姑娘，你瞅你那水道。真好。真带劲。哎呀，看看我们的水道，走在这个路上啊，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。哎，真好闻啊，特别好闻。带我爸和我妈来，我们也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稻花香里说丰年，是不是？对。之前有好朋友一直说咱家米为什么这么香，是不是撒香精了？我们实地给你们考察过了，这小风一吹，都是稻花香味儿。清香味儿，清香味儿真好闻。然后还抓了螃蟹，开心吗？开心。终于知道怎么螃蟹怎么养了，能看出。我们今天在稻田地里抓螃蟹，抓的这个开心呢。如果有好朋友来到我们这块我们都可以带大家来这块参观一下。可以带大家来。你们看到了这个景象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就是明明买一单，你们得拍十单。对，你们闻到这个稻花香这个味道，你们那么好都不想走了。哎呀，我在这住两天。每年到了中秋节，我们都得去爷奶奶家去看一看，啊，然后今年也不能例外。老人嘛，你过节了必须再去瞅瞅，送点祝福，送点月饼。现在我们还要去接一位重量级人物。都得待会儿的，你回来。啊，不搁那吃饭。啊，这不得你吃饭。到了，办多少年没来了？四五年了，这回来可以看看，您平常都变样了，要收一只鸡，豆包它也不咬啊，豆包，哈哈哈哈，老爷爷啊，哎呀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哈哈，见着了，你怎么出来了呢？上山采五采黄花香去，他采黄香去，采五味子。你看这样，今天你再说采五味子。哎，你采五味子，你再肥那个大老万呀，你都给我。你那个公鸡，大公鸡，哎呀，我的天爷呀，这叫什么？是啥子？哎呀，我都不敢认识了。哎呀。
年轻了都，还年轻，我不敢认，真不敢认了。这个人了，这啊，奶奶，这佳姐，我就背筐吗？你背筐啊？那不得上？要大的，要小的？要大点的呗。要大的，还能背动啊？我看腰杆挺直的。那我背过你，你放心吧。背过我是肯定能背够啊。哎，你要上哪溜达？啊，那就上后边去了。上后边，这现在是人家了。这是人家过去，这是人家家。我在这儿，在这也待好一年多。嗯，看我姥爷带我上到大地里了。靠那爷爷的房子，那爷爷的房子在这边。哦。啊，再看看。再往点就没有，上河后边就是河套了。老爷念叨的话好像是和年轻时的自己说的，我就站在旁边听他讲过去的那些事。我能看出来老爷今天真的很开心。还行，还挺好的。嗯，就再回去。他是咋了？哎，就溜达一圈。让你来呀，来上这嘎达到处溜达溜达，找找你以前。我来你不搞饭，你再我来个。你不就吃饭吗？没有饭，咱有馒头。嗯，空气好啊。嗯嗯。叫空气好。对。早没事起来溜达溜达，换换空气出来，还是好。嗯，谁也不结婚，谁不结婚，咱得纪念。也是以前那个壮志，现在过不去。嗯。现在这个年龄呢。你再上远处走，人家贼固定的了。啊，还知道啊？那你咋不上青山啊，上段红呢，杨奶奶？对，你段红，段红那底牌我管着。你说人家走路一点不哪像他妈的？老化身体的。可是的，哪像八十多岁的人？你看这后背，我是真正像八十岁的。腰是直的，对吧，王辉？不行，不用你。你轻易不来，咋不得？不是，他孩子上山，你就跟着过来，跟我这玩儿，等走出他把你捎回去。啊、嗯，都是不是啊？车子都方便。你不用，不用故意干啥？你媳妇啊？嗯。